明仔载是你的生日，你敢有想要爱什么生日礼物？我什么拢不爱，我只要我的好姊妹要陪我就好啊。我明仔载要上班，是要怎陪你？等你下班以后啊。啊，我下班了后，俊生就有闲啊。你阿婆做迄过生日，我才不爱做你的电灯泡。你的礼物啊，我已经替你买好啊。这香水味，这是你平常时上爱用的牌子啊？是啊，你不是讲真介意这香水味？咱两个人哦是好姐妹，啊，有的人是哦穿姐妹装，咱用同款的香水，以后感情一定越来越好。雪清，你真正足大心的，多谢你。你看，库里奈嘛来啊？雪清，阮大家因为我进前因为一只头毛无力出脑，伊想要约你食饭，用你赔罪啦。伊惊你会拒绝伊的好意，所以叫我莫甲你讲。雪清，阮大家是真心希望会当用这顿饭甲你和解。讲真实的啦，我唔好看过阮大家这么重视一个人哦，这是头一次哦。所以我唔只会配合伊，你莫见怪哦。放心啦，我当然袂。行。妈，我来啊。哼，你两个安尼看起来，确实是对感情最好的姊妹阿婆。姐姐，你莫安尼讲啊！我是这种代志，你阁无误会我，阁跟我做朋友，我已经真感谢。夫人，我甲姐姐袂因为一句头毛就拍歹感情。是啊，阮的姊妹仔情比亲姊妹仔阁较亲哦。好，雪清，再来再阁讲。对啦，妈，你不是有话要甲雪清讲？歹势，迄天我无应该干那为着一支头毛，啊无其他的证据都误会你，实在是真无应该。夫人，你莫安尼讲啊，其实我嘛有唔对，以后我会加注意，莫有这种误会阁发生啊。你讲了无唔对，你确实是爱较注意的。啊，若无以后，恐惊迄段也是干那一支头毛，会有搁较侪使人怀疑的证据。啊，妈，啊，老公已经到啊，咱有当点菜。等下啦，你是咧紧张啥？我搁有一个人客。